主料葡萄1000克，辅料白糖150克，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葡萄洗净，我后来看到帖子说要用红色的，我把绿的都做久了，不应该用绿色的葡萄。用手包上保鲜袋捏碎葡萄放入瓶子中，再放入白糖一半的量，瓶子不要装满，上面放了一层纱布，瓶子盖到盖。第二天加入另一半的白糖，第三天的样子里面的葡萄在发酵，来上面是葡萄皮，下面是葡萄籽，用筷子每天要将漂浮的葡萄压下去，不然会坏的。烹饪技巧，用来泡酒的器具一定要洗干净，用开水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